第八课。Mark runs into Professor Sting's daughter, Xiao Hong, in front of the teacher's dormitory. 你好，小朋友。你好，马克叔叔。哦，你认识我啊，小朋友。是啊，您是我爸爸的学生，对吗？对了，我是马克叔叔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小红。小红，哎，这个名字很不错啊。你今年几岁了？我今年六岁了。你爸爸今年多大？我爸爸30岁了。妈妈呢？妈妈28岁，她也是老师。哦，那你姥姥今年多大岁数了？我姥姥60岁了。小红，你家住在哪里啊？我家住在8层800号。哦，方便告诉我你家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吗？我家的电话号码是86466630。嗯，好的，谢谢你。谢谢。